武士太极拳表演者欧阳芳。武士太极拳是河北永年人吴宇湘所传。吴宇湘从杨露禅、陈清平学陈氏太极拳，后经改进定价，通称武士太极拳。武传李义宇，李又传好为真，故又称李氏太极拳或好氏太极拳。手型一般保持，伸指张掌，其方法讲究起承开合，故又名开合太极拳。
时练的这套拳，是他于1929年、30年间在南京向郝维珍的学生李香远先生学习的。几十年来从事锻炼，有所心得，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风格特点。